今天这盘棋是1938年日本春季大手河比赛当中一盘棋，对阵的双方是吴清源和桥本裕太郎。这盘棋是吴清源经典的名局之一，全盘下的非常的流畅而自然。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吴清源执黑先行，白棋桥本裕太郎。开局桥本裕太郎走了一个高目和一个目外，黑棋三连星。从这个布局的结构来看，两位大师也把目光集中在中腹。那么下一招棋，桥本裕太郎为了限制三连星中腹的发展，居然走了一个五路的拆边，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既然桥本裕太郎把棋走得这么高，吴清源临时的改变了策略，开始挂角抢占实地。那么对待黑棋这个挂角，白棋最实惠的下法是这个小 C。 可能是桥本裕太郎不太愿意看到黑棋从上方飞压，白棋如果爬的话，黑棋一退，这颗白棋的位置稍微有点尴尬。如果白棋从这个地方冲断黑棋作战的话，黑棋先挡，白棋一立，黑棋贴上去，白棋需要二路搬粘，黑棋再一跳，形成这个局面，感觉这两个白棋也难以配合起来。那么桥本裕太郎实战，从上方靠压黑棋，也是要发挥这个子的效率，争取把这一带的白棋串联起来，在上方形成模样。黑棋可以扳头，白棋如果退的话，黑棋脱角实力非常大。如果白棋虎，黑棋一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再立，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定型方式。实战吴清源选择了最激烈的下法，挖了一个。对待这个挖，白棋从外面打吃，还是想在上方形成模样。那么在这一带的战斗，白棋胜率最高，是从里面打吃。黑棋往外长，白棋三路爬，黑棋要打吃，白棋粘住。这个地方黑棋不能粘住这个断点，白棋一个打吃，黑棋拐，白棋再一长，两块黑棋的棋形非常的重。这个地方黑棋是需要出头，白棋打吃，黑棋长的时候，白棋再贴住，黑棋再长，白棋吃住这个黑棋，那么黑棋要拐一个。白棋脚上的实地非常可观，这个地方黑棋基本上就建立了一道外势，但是这道外势建立起来以后，那么这个白棋的效率将会变高，正好起到一个浅消黑棋模样的一个作用。那么这个局面白棋非常的生动。实战桥本裕太郎外面打吃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往脚上爬，黑棋搬脚，白棋虎住断点，黑棋先打吃，然后再倒虎。在这个角上定型，黑棋最积极的是立下去，和这个倒虎在目数上出入非常大，但是呢黑棋这个断点将会暴露出来，于是吴清源走了一个倒虎。桥本裕太郎三路一飞，守住上方这个空。那么下一招棋，吴清源走得非常的出乎意料，居然从这个地方靠了一个。那么这一招棋也反映出吴清源已经放弃了上方打入，就是让白棋在这一带变得更重复一些。实战桥本裕太郎往上一顶，那么这一招棋实际上已经被黑棋便宜到，因为将来黑棋有扳的手段。在这个地方白棋
最强的反击是从上方扳住黑棋，如果黑棋退的话，白棋再退回去，白棋能够扳到这，黑棋并不便宜。黑棋如果顶，白棋挡住，黑棋气非常紧。在这个地方，黑棋的反击手段是扳，白棋不能断。黑棋一长，白棋还不敢干这个断点，被黑棋长的话，这两个白棋也非常苦。白棋大致要打吃这个黑棋，黑棋一个反打，白棋粘住，黑棋争吃这个白棋，右边黑棋这个模样啊非常的厚。那么对待黑棋这个扳，既然白棋不敢断，也只有从上方打吃黑棋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再一挡，黑棋先拐，白棋倒虎，黑棋跳一个，白棋补住断点。下一步黑棋还不敢来断白棋这个断点，因为白棋还有靠的手段。黑棋需要出头，大致要跳出去，然后呢白棋再一飞护住这个断点。这是双方战斗的局面，基本上两分。形成这个局面，白棋也不像实战那样被黑棋便宜一下。实战白棋选择这个顶，黑棋没有往上扳，右边先拆二，白棋下方拆边，拆的非常的宽，不给黑棋在这一带留余地。那吴清源继续抢占实地，点角。普通白棋飞或者靠，桥本鱼太郎处理的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小尖。黑棋二路一飞活角，白棋在尖顶，黑棋一长。白棋在这一带简单处理以后，抢占了右边这个挂角，加工了角上这个黑棋。看上去白棋很积极，但是这一招棋是一步问题手，漏掉了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次序。这时候白棋应该是先逼住角上的黑棋，威胁这个断点。黑棋需要补棋，虎一个，白棋先扳，黑棋扳住，白棋再打吃。这个打劫黑棋非常重，将来白棋提掉的话，这个地方还有双吃，黑棋需要粘住。那么白棋在这一带就先手限制了黑棋往这个方向的发展，这时候白棋再考虑点角或者是挂角。那么这个节奏啊，白棋不错。实战白棋选择了挂角，吴清源在右下角敏锐的脱先，抢占了左边这个棋所，同时呢威胁下方三个白棋。桥本鱼太郎中央一飞，这种棋有他的意图，将来是要在这带打入，但是呢白棋更积极的是应该往角上飞，影响这个黑棋。白棋中央一飞，黑棋从下方飞起来，下步要加工白棋，白棋需要拆边，黑棋再回过头来处理右下角尖顶。白棋长，黑棋一飞，白棋跳出去，目的要封锁黑棋。那么在这个地方白棋也可以采取传统的下法，先靠黑棋挡住的时候，白棋再点角，白棋往上一跳，黑棋跟着跳，白棋从上方封锁黑棋，黑棋先扳，白棋断，黑棋并不是从这个地方打出去，吴清源从上方打吃白棋，白棋粘住以后，黑棋再一虎，彻底的护住右下角这个实地。那么在这个地方黑棋也成功的分断了白棋。下一步桥本鱼太郎非常强烈的断了上去，看上去非常严厉，但是从战斗的结果来看，这一招棋稍显过分。这时候白棋应该走得柔和一点，在右边先拖黑棋，为黑棋的应手。如果黑棋扳上面，白棋反扳，那么这一带的白棋不难处理。如果黑棋扳这边，
白起扭断。这个藤萝白起非常的充分，实战桥本鱼太郎断了上去，黑棋一长，这个头白棋不能被黑棋扳住，长了一个，黑棋还要压，下一步白棋必须要打吃这个黑棋，黑棋也没有通过这个扳封锁下方的白棋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断，吴清源很冷静的单长，白棋需要飞，黑棋从上方就封锁了白棋，白棋二路一飞需要做活，这一带的白棋还没有活，黑棋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子跳了一个，当然白棋不肯吃，棋形非常重，桥本鱼太郎三路一点，这也是最好的下法，黑棋先挡住，白棋走了一个虎，那么白棋这个虎不单单是要出头，还要瞄着白棋下一步从这里冲出来，但是呢这招棋还不是局部最好的下法，这是白棋局部最好的是这个顶，同样下一步要出动这个子，黑棋还要粘住，然后呢白棋虎在这儿，形成这个棋形至少保证白棋这个地方有一只针眼，实战白棋虎在这儿，黑棋粘住，白棋提到这个子，那么这只眼还不能算作是一只针眼，那么下一步吴清源从这搬了一个，为下一步的进攻开始做准备，当然白棋不能退，黑棋再从这里大跳出去，那么这两个子也起到了封锁的作用，白棋需要反击，桥本鱼太郎先打吃，黑棋粘住，那么下一步白棋可以考虑从这里贴出来威胁三个黑棋，那么实战桥本鱼太郎选择这个扳也是要在这一带接应这里的白棋，黑棋先大跳了一个，白棋先立，这也是一个棘锁，下步要跳到角上去威胁黑棋，黑棋角上需要补棋，那么白棋立到这里以后，将来这个地方有一个二路扳，在下方啊有一定的眼位，那么黑棋虎住以后，白棋往上一长来支援这里的白棋，同时呢威胁这三个黑棋，黑棋压回去，下招棋桥本鱼太郎下得非常贪心，脚上一拖，这个地方白棋还是应该飞回去，马马虎虎的先取得联络，实战白棋先拖脚，黑棋搬，白棋退，按照一般的分寸，黑棋这个力目数非常的大，但是呢吴清源在右上角脱险，也并没有马上强攻右边的白棋，走了一个小尖威胁下方的白棋，本身这个小尖目数非常大，是一个大官子，如果将来被白棋尖到的话，黑棋还需要补，不补的话白棋在脚上还有点的手段，黑棋小尖，白棋没有马上挡，先冲，黑棋挡住，白棋一爬，那么白棋在这一带的交换也是给黑棋的外围制造一定的缺陷，那么在这个地方黑棋的棋形不太好补棋，于是呢吴清源从这挤了一个，给白棋制造两个断点，实战桥本鱼太郎站在这儿，把左边的白棋先走后，但是这招棋不积极，现在这个局面白棋面临着困难，应该走得更积极一点，白棋应该是断在这儿，一是要威胁这两个黑棋，同时呢要威胁中央的黑棋，把局面给搅乱，白棋站在这儿，下一步黑棋一个小尖开始进攻中央的白棋，白棋坐眼，虽然这两只眼还不能算作真眼，但是呢黑棋这一带的外围还有一定的缺陷，白棋暂时也没有什么风险，黑棋又从上方掉了一个，
白棋跟着应，这是白棋还是应该断的，这把局面给搅乱。白棋从这里挡住黑棋以后，黑棋从这里断掉白棋，白棋打吃，黑棋长，黑棋成功的补掉这个断点。这一带的黑棋一旦加厚，下一步黑棋要跳进去破掉白棋的眼位，白棋还要补棋，然后黑棋一飞，白棋挡住，黑棋粘住，黑棋连续的抢占两步大棋，那么黑棋的时控啊开始领先。下一步桥本裕太郎打入，这也是积蓄了很久的一招棋，但是呢当前情况下白棋有一个棘锁，把这个子长出来，本身官子的目数出入非常大，白棋长出来以后，下一步这个地方还有靠的一些手段威胁这一带的黑棋。现在白棋打入，黑棋先挡，白棋挤了一个，给黑棋这个地方制造一个断点。是这样，吴清源单长走得非常稳，这个地方黑棋可以考虑先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再一虎，那么这个棋形啊更加生动。黑棋长在这儿，下招棋白棋加了一个，黑棋一虎，白棋断，黑棋先打吃，白棋粘住，黑棋往下冲，白棋打吃，黑棋反打，白棋提掉。那么在左边的战斗，双方啊各有所得，但是呢黑棋这个角非常的完整。那么下一招棋，吴清源非常敏锐的断打这个白棋，也避免了白棋这个长，白棋先粘住，黑棋先小尖。那么黑棋小尖以后，白棋这个扳在这一带的眼位被黑棋破掉，下步白棋需要活棋，白棋先冲，黑棋扳住，白棋一断，在这个地方毕竟还有冲断，黑棋在这个地方也不敢用强，黑棋就退了一步。下步白棋往外跳，威胁这两个黑棋，黑棋先打吃，白棋就长。那么下一步白棋要在这一带取得联络，而且呢继续封锁中央的黑棋，吴清源跳了一个，白棋先冲，黑棋粘住，那么白棋这个打吃是先手，黑棋需要连接，白棋团在这儿，那么在这个地方白棋做活的手段还是非常的巧妙。虽然这一带的白棋已经活棋，但是全盘的失控非常的吃紧，黑棋实战打吃这两个白棋，如果白棋往外拐的话，那么黑棋这里有小尖封锁白棋，同时呢这个地方还有瓦还有扳，于是白棋先掉了一个，黑棋踢掉，白棋踢到这个子，黑棋先扳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再扳，白棋先虎，黑棋一挡，白棋再挡住，双方啊进入到官子。下一步黑棋再打吃，白棋粘住，这个地方要形成目数，白棋往里面藏了一个，下招棋黑棋一路扳，这是全盘最大一个关子。那么当黑棋扳到这里的时候，桥本裕太郎一看全盘的实地落后太多，也没有取胜的希望，最终呢这盘棋吴清源中盘战胜了桥本。